Hello， 现在是晚上的6:56，总算是下雪了，就是十来分钟，地上已经白茫茫的一片了。可能我这个镜头没有对好，我也是临时起意想要拍一拍这下雪的这种下雪的景象的，我不知道镜头是有歪了还是有，我现在看不到我的镜头是什么角度了啊。我现在是快七点了，才下了这个雪，也就十几分钟嘛，从我取单到我送的这个区域来。可能以后高速上叨逼叨的场景会少很多，但是可能在这些各个地方片区叨逼叨的场景会多起来吧。哎呀，今天下雪了，但是下俩小时又会变成下雨，可能一直要下到，但是我想我一看这温度啊，现在是零度啊，零度才能下雪啊，零下的话基本上就下不了雪了。应该待会儿是啊，对，零上才能下雨，我刚刚说错了，零上才能下雨啊，零度以下才会下雪，一下子把这个常识给搞混了就不好了。下雨的话呢，就会把这个雪和水混在一起，就变成了这个叫什么，变成了这个冰啊，变成了水和冰。基本上你看停在路旁的车，有没有看停在路旁车？应该这个能拍到吧？我天哪，我都感觉拍不到。看路旁车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白色的影子了，差不多。我想现在回去吧，我觉得这个雪应该不会下太大。如果说待会儿回去吧，下雨了也 OK， 也没什么。这个是大单啊，这个三个包裹拎得我的手都累死了，我操，是大单子吧？我不知道是哪种口味，哪种风味，不是，反正就是不是墨西哥就是拉美那边的。第一个晚上，雪夜，这个名字可以取名为雪夜，第一个雪夜，这个是到了拿骚布拉瓦的这边，这是主路上啊，主路上应该撒盐了，应该我感觉没有问题的话，应该都撒盐了。对对对，这边都撒盐了，你看地上，看地上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白了？应该撒盐了吧，我感觉是撒盐了。后视镜都看不清了，被雪糊住了。这个要拿骚，拿索，这个要我还有，我这个比较近啊，还六分钟到了，再聊六分钟的天，哎，被雪夜。以前也是拍过很多这样的晚上的场景，但是太长了，哎呀，这没有多少人看。当然我这个也不指望着别人看，主要是给自己留下个记录啊。影像记录而已，因为之前的很多年总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回想起来吧，脑袋吧一片空白，哎，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就是去年吧，前年，对，22年，对，2000年底的时候呢，就萌发了一个这样的想法，就是想拿个什么东西记录一下，然后若干年之后看看自己到底干了什么，这些年怎么过来的，反正这个我的初衷是这么个初衷，就是想记录一下。但当然，至于给别人看，特别给网友看这个东西，因为是平台的原因，是吧？必然会有人看到你的视频，必然会有人去评价你的视频，这都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不能因为别人的评价好或评价坏，我改变我的这个初衷或者是要求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还是要说声抱歉了啊！我觉得我还是要自我一点，坚持自己，是吧？我自己想拍点什么拍点什么，想记录啥记录啥。你们愿看就看，不愿看呢，是吧？你就关了就完事儿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但是你看这个摄像头还是给了我，还是有点那个，散光啊，色彩方面都完蛋了都，绿油油的。最严重的时候是整个天空地面所有东西都变成绿色的了。这方向是从南到北啊，这是南北方向的。我们现在往南走，走到底呢，基本上就是不是杂区就是黑人区了。希望这个单子应该不会是送到黑区去了。我之前上回我不是去黑区嘛，我就忘了开这上摄像头了。那天开摄像头的话，应该是蛮精彩的。当时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会一晚上在黑区转悠，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开摄像头，因为那个单子也没有几个嘛，就三个还是四个，有一单是免单的，也没想到会在那里待会去。有今天这边的这八麦7.6就算了，不接了。这个是到哪儿了？哦，这个应该是哦，这个应该快到犹太区。应该不是黑熊，犹太犬。哎呀，往南边走，待会儿回回
回去可麻烦了，回去得如果在长坐长岛的话还 OK， 大概十几分钟能搞定，但是现在要回黄岛去，所以呢估计还要晚一些。这边都还好吧，这边雪也没有多少，刚刚有个地方雪太厚了，导致我刚刚有一段时间没有信号了，把我愁啊愁得不行。我操，这个房子在哪儿啊？怎么感觉在高速路口呢？我操！行了，我不聊了。哎，这个，我操，我现在有点担心，这个是怎么个走法呀？这是高速路口，它是哪个地方 ？AM 哦，就是前面那个路口。这住的太近了，看没有？左边那个就是高速路口，能看清吗？应该看不清了。我把这个灯光给点测给调暗一下。车还不少啊，这个时候，现在毕竟才七点多了。这个叫，这个叫门口见，这个还叫 meet at the door 是吧 ？meet at the door 就是门口见。我看一下是第几栋房子啊？应该是第三栋房，那第二栋，第二栋。我先下车，先下车。但是我不好停车吧？应该是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好停车。这个地方也不太好停车。这是第一栋房子，第二栋房子。我就这样停在他们家门口吧。哎，这是第几栋房子？这是第二栋房子。我就这样斜着停了，6688。是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栋、个。这个我要把这两个大袋子给拎下去。哎呀，我天！上来了，总算把这单给做完了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？显示做完了。现在我看一下我要去什么地方啊？现在跑到南边来了。我现在还要给转回去了。看转回去多远啊？转回去十八分钟，从这转回去18分钟。然后我从这如果回皇后区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我从这回皇后区，大概是34分钟。等于说，那我们七点来钟，我们是回去呢，还是在这干一会儿呢？我想看啊，不行，还是先回长岛吧，先回去得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地方好像那个，是不是前面没有出路了？没有出路的话，我就在这打一个，我就把车给转过来得了。这边还不让那个 Norton on red， 他不让红灯右转，没办法，那就只能是这样子。这条路还是老路啊，老路。从这个拿到 bra 的那个开过去。如果以后呢，我就这东西就很正常嘛，就是你去哪儿，你自己留心一下，是吧？比如说到这个地方，大概需要20分钟，需要6迈左右。你下回就记住了，这边的单子呢，如果价钱太不合适的话，你就不要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远嘛，来回你看6迈的话，你最少得12块。你想赚钱的话，最少这单最少得12块钱以上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20分钟6迈的话，你来回就40分钟，12迈，你没有十。你没有12块钱以上的，你这单反正在我看来是比较亏啊。但是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6、7块、7、8块也就接了啊。但这个都可以理解嘛，这都理解。每个人的这个计算标准、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嘛，就是你心里可接受的这个预期价位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之前我也一直在强调我的价位是在1.5到2这个程度啊。你太就是说这单6卖的，我最少得8块钱啊，我才会接啊，少于8块钱我都不会接。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么远了，我8块钱也不敢接。其实说实话，最少得10块、12块钱，我才会不接。这个时候要小心啊，这时候你的路面会慢慢有点滑，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这个加油门加狠了，导致你很容易发生滑，因为这是下坡路啊，下坡容易发生追尾的这种情况啊。那这个是上坡路，这边有点小小的起伏。调整一下镜头，刚刚因为一直没看到镜头是方向，晚上太暗了。这个哎呦，这个14块钱8迈，这个就我就有点不想去了，而且是连单，我就不去了，没必要去了。
接了，因为平常天气好这种单子我都不太会接。8块钱八卖的话，我最少得按我的道理来说，最少得16块钱以上的。当然了，有时候实在没有钱的话，实在没有单子的话，我这个8块钱14块钱八卖我也会接。但是现在你下雪这种天气，你这种价位我也不接。而且是两家店，你说你要跑四个地方，你哎呀，14块钱我也不愿意接。这两单，这个、我刚刚送的也是两单，这两单呢价位还不错啊，大概八卖呢，大概是在20左右啊。这两单的价位就蛮不错的，八卖20的话，你比如说你乘以二的话，等于说你乘以二点二啊，或者是二点一吧，这个比例的话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比较满意的。这个基本上血液啊，这个血液都在这儿了。送了，其实送了这么多年了，哎呦，感觉也麻木了，也没有什么感觉比较新鲜的地方，反正这个样子。下雪，我看一下天气预报啊。手机上天气说未来一个小时内有雨加雪，啊，其实是雪加雨啊，大概是下到8点左右吧。现在7:15，大概还下个30-40分钟，基本上就会下雨了。下雨的话，那就看不到这雪景了。哎呀，今天还真是凑巧，你知道吧？刚好这一个小时把这个雪景给拍上了啊，因为再过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它可能就下雨了，就没有这个雪了。这个雪就仿佛不曾存在似的。哎呀，但是它还是通过我的镜头，我还是记录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这个痕迹啊。这个是5.1卖7.19啊，这个我也不去了。这个店名很牛逼啊，叫 Super China， 啊，超级中国。这条路就是我刚刚来的那条路啊，啊，没有变啊，原路返回啊。刚马上下雨了，这个雪就没有了。我总算记录了一样东西啊。如果这个雪一直下，一直下到明天的话，那差不多有几英寸厚了。几英寸厚的话，我记录的话就没有很大的意义。但是这个雪一会儿就下雨给下掉了。哎呀，所以说还是有值得纪念的意义啊，还是有值得纪念的意义。哇哇哇哇，这个车怎么突然？这个呢叫10块钱7.4卖，让我考虑这个去不去。因为他是往北边去的，我不想去这家店。北边去，因为现在下雪，北边这个山地多，知道吗？上上下下的容易打滑，这个天气去的话，就我也得不太想去，所以说这单我也拒绝了。当然是不是大家看我是不是挺奢侈的啊？就是天天吊着赚不到钱，而且但是一边又把这个单子给那个拒绝，但是我确实不是，有过一些计算和考虑的话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现在的这个礼拜呢，其实干了5-6天，平均呢100不到，平均不到100呀，我的天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哎呀，平均不到100呀，因为这个礼拜生意太烂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礼拜天最后一天嘛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比如说这个礼拜的钱呢，要等下礼拜二或礼拜四才打给你，是吧？所以说你这个礼拜呢做多少钱呢，就预示着你下礼拜呢收入是多少。越多越好，是吧？那就到这儿吧。要不这个雪，待会儿下雨就没有这个雪了。我也就不拍了啊。刚刚就是下的起兴的时候，咱们稍微记录了一下这个东西。那么现在就是慢慢这个雨变成雪变成雨了。这个13.8、8.5卖，往南边的又是披萨。哎呀，我现在你今天送了不少披萨啊，送了不少披萨。这就算了，我就这个就不去了，省得我走回头路。这个八卖的话，我如果有个16-17块钱的话，我还得回头一下。哎呀，13块钱差点意思。刚刚6块钱16卖还是6块钱14卖我都没去，是吧？哎，那刚刚八，对不对？哎，刚刚8块钱16-14卖我都没去，这个8块钱13卖我，哎，其实你说没有生意吧，也有生意，看到没有？假如你没有这个，你不跟我一样算的这么细的话，应该这样接下来的话，弄吃干饭啊，或者是这个。甚至你干时间长点吃块肉也没问题，但是我就没有，我就算得稍微细一点。我还是要考虑这车好。但是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如果是搬过来了之后，我就没有，我就省去了来回高速的这个路程了。就是我要不要考虑订单二，可能1.5倍也能接受。比如说这个
个这个是八迈的嘛，8迈1.5的话就5.8×40，等于说12块钱就应该可以接的啊，性价比就应该 OK 的。但是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哎，这东西算有时候算太细也不行啊。哎呀，这个下雪感觉特别渴，为什么？喝口水。这到了火车站了吧？应该是。哎呦，绿灯了，赶紧走。这个是5.7，4.4买的，这个就是烂单子了，就是接都不会接，看都看的。我操，这是怎么走法？这是往这边转是吧？有时候这种岔路口啊，我有时候看不太清楚。这是到了这个 country road， 这条路叫什么？这条路叫什么路 ？County Court House Road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县法院路啊，这个名字。哎，我下回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介绍这边的名字。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的话，特别土道。这个单子呢，6.18，4.5迈啊，我去了，你这个价位我不能接受。很多很多这个路啊，比如说前面有一条路叫东山路啊，叫东山村东山路啊，这个很土啊，这个名字叫。但是你叫英文的话，叫East Hills Village。他是这么翻译的，但是你翻译成中文就，这边还有一些什么鸡鹿啊、鸭鹿啊、鸭塘啊，什么 duck pond 是吧 ？duck pond 什么鸡鹿 chicken pond chicken 什么什么鹿，我操，反正类似一些这样的鹿啊。到哪来了？我想想，哦，到这个地方来了。这个地方就是你往左边走这个岔路口，就是去回皇后区的。往右边这个岔路口呢，就是回这个，就是回到我正常的这个。叫什么？杰瑞克腾派这边。哎呀，但是我不确定，我现在还是干一会儿还是不干。8.4，4.9迈。这个去哪里啊？去南边？算了，这个不去了。这个要往左边拐，但是我们现在在右车道上，算了，这个不去了。啊，那么今天就在这儿晃吧，晃了现在快7:30了，再晃半个小时吧。没什么好单子的话呢，我差不多八点我就回去了。这个单子呢叫7.8，6.4迈，我就不去了。现在我没事，开始报单子吧。哎呦，报单子完了，我现在开始又来了，12块钱，4.7迈，这个一定要去啊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一定要去啊！这个哎呦，又是披萨，这个披萨的我要，这个披萨我就要那个。哎，这个地方就从这儿转个弯吧，这边应该没有警车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警车也不出来了，也不加了。这个又加一个10块钱，这个是 Rosling Heights， 接不接呢？接可能要等，接一下这单就等于说跟刚刚一样，20块钱，又来了一单，这一单是多少？这一单是，算了，不要贪心，我接了两单了，再接一单的话，可能我就等的就来不及了。那么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。这个视频呢，我可能会加速啊，这个还是要加速，要不然的话，这已经到了半个小时了。不加速的话，我感觉会很长很长很长的话，我自己都不愿意看啊。哎呦，怎么还在我屁股后面呢？真是讨厌。行了，就到这儿啊。刚刚被我右边那辆车给吓一跳，奶奶的，在我屁股后面。这里有个披萨店是吧？这是应该有个披萨店，好，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晚上注意安全，拜拜了。但是我刚刚有一个遭遇又迫使我不得不想，就是有一些话想说一说。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送这个披萨吗？知道披萨要等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店员呢跟傻子似的，就跟你知道吧？我说我要取餐，我要取 Mark and Matt 是吧？两个人嘛，一个叫马克，一个叫 Matt 嘛。那个店员呢，莫名其妙就在那发笑，我操，笑的妈的心里发毛，你知道吧？那个神经病似的。我每次去这种店呢，我今天是憋住了。以前在那边的话，我基本上笑我就跑掉了，我操，去大爷的，他是个神经病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正常说英文是吧，都能听明白是吧？他莫名其妙笑的，旁边顾客也在那笑，笑的我就心里发毛，你知道吧？之前呢，我总认为是我自己可能没有说清楚，或者是表达的不够，就是说单词不够到位。后来呢，弄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一直在探求这个结果，我就觉得这帮人是脑子有问题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，是不是？我说 What are you laughing？ 是吧？我说你妈笑什么鬼啊！我操，对不对？这为什么笑？我操！我说有毛病！我发现这人，知道吧？他有些人是这样子，他喜欢重复你说话，
我就不知道是他妈什么心理什么原因了，我就不管。哎，反正这么多年也他妈习惯了，哎，反正也习惯了，我都不知道啥意思，我操！哎呀，本来是刚刚那个视频录完了，我就不想再录视频了，结果他妈一进去吧，破电吧，他妈没事笑，笑的就心里就不舒服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电话。但是你知道，人到中年哪这么多不舒服的，那也气也气不过来呀，所以我就是吧，叨一下，寻求心理一个平衡。然后再吐槽一下这个地址啊，这个地址是往西边去的，第二个地址是往东边去的，哇，这俩地址南辕北辙，这个地址要跑4迈，我操，一下子跑到皇后区去了，我气死我了。这个区是皇后区这边有楼房，这个估计要到楼房里面找去了，我操，跑哪儿去了这么远了？哎呦我去，跑到小井去了，我操，小井这个地方全是楼房，我为什么不愿意在小井坐呢？楼房太多了，下面又不好停车，搞不好就吃一张罚单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但是还是要那个。算了，我们待会儿到小井的时候我们再聊吧。啊，今天就是我要吐槽一下。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医院多，你看这左右都是医院，前后都是医院，都是这个 Northway Hills 这个医院多，包括这边有打疫苗的地方，反正乱七八糟的地方，就是这边办公楼也多，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都不爱往这边送的。但是这个不是在这个地方，应该这个是在前面的居民区吧？应该这个地方医院的救护车也多，这个。前面那个大楼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啊，这是长岛到皇后区建造的第一所大楼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是福利楼还是什么楼，反正是应该是要么就是有钱人的楼，要么就是那种福利房之类的，反正这个是从长岛到皇后区就是能看见的大楼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到啊，拍不到算了。刚刚把那个大饼啊，那个披萨给送过去，是不是楼房的小区，是这样的小区，两层楼的小区，我之前很多年前也送过这个地方，哎呦，也找特别难找，你知道吧？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区？这个小区很难找的。哎呀，我刚刚转了两三个地方，它门牌号码吧，它奇怪，你知道吧？单号在这边，双号呢？哎，不是在旁边，也不是在正对面，是在斜对方。我操！哎呀，刚刚把我一顿跑啊！那门铃呢？它也没写是楼上楼下，它又写了一个first， 妈 first 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第一啊？有。这个保安灯，保安车也不打灯，不打灯也不打转向灯，也不干嘛的啊，差点就一出溜给撞上去。你看这个雪呀、啊，这个雪这个能看到地上吧？能看见。啊，这个地上的雪呀、啊，这个看着黑色的，那就是有撒盐的，它都化了。然后这个白色的呢是没有撒盐的，没撒盐的呢，待会儿就很容易打滑，你知道吧？我刚把这个送完了，然后接下来送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是6.6迈，20分钟。哎呦，我这单子我真是不太想接这单子。二点几迈来着？2.6迈，不是6.6迈，20分钟。哎呦，这么远，这已经快到皇后区了，这已经算是皇后区了。你这单子又要往东边跑，又要跑到东边去了。哎，早知道应该先跑东边的，再跑这单，我就顺带就回去了。但是天不随我愿了，是吧？因为这个 Uber 啊，它不是它那个先后顺序，你不能那个自己设定的，不像 Grab 你可以自己选择送远的送近的，但是这个 Uber 它不能选择，你只能按照它的这个走，这个叫什么 Stay Back 200 Feet， 这个应该是一个不是撒盐车就是铲雪车，这应该是一个铲雪车。你看到没有？当一个城市啊，它的遇到这种雪灾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，它一定会有一个应急的东西，比如说应急的车辆，有可能是政府组织的，但是是由这些商业公司啊，或者是民间组织啊，它那个负责实施的，是吧？它一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，知道吧？啊，不是说美国这个什么都乱来的，不是的啊。一个城市的运转，一个城市那个都是有章法的，而且非常严密的啊。不是说那种开玩笑的啊，美国乱了就乱了，是吧？这么多人需要工作，这么多人都在工作，说乱能乱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是吧？很多时候美国人这个是4卖8块钱，哎，这个不去了，这个是在北边的更远又起伏更大。好了，我们先聊到这儿啊，我们待会儿上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再聊，能聊就聊一会儿吧。速上。
雪夜的高速是什么样子的？那八点多，说实话，应该是飘的雨了，但是现在是八点多啊，应该是飘着雨了，但是呢，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雨，还是雪。下雨呢？说不定下雨呢。这都八点多了，这怎么不下雨了？奇怪了。又开始打滑了，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开了，我现在本来说去加油的，现在也不敢去加油了，我现在直接就开上高速回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开高速反而
我现在呢是刚送完餐，现在是往回走。我本来呢是想着去加油，然后再接两单的。但是这个雪，我不知道现在是变成了雪，还在继续下雪，还是下雨。但是地面已经冻住了。然后我现在我的车在打滑，在打侧滑，所以我现在不敢去接单子了。我现在就是慢慢的，我就是控制车速，我现在就是准备去上高速了。一定要记住这个车。一定要记住这个车速啊，人能够让别人的一定要让啊，你不要逞强啊，这个时候要控制这个车速到20或者甚至15以内啊，这个一旦打滑或者怎么样的话，特别下坡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那个东山村啊，东山村这个学校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坡下坡的地方非常多，往这边走应该就是可以上高速了，高速上因为撒了盐反而会更加安全些，这写到东山小学啊，东山小学这边，有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，哎，我居然没有摁掉那个。这边信号也不好，哎呀，山上真是没有信号。一定不要超过20的速度啊！我之前吃了多大的亏是吧？这前几年的时候，19年还是18年来着，19年18年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车速没有掌握好，然后一个侧滑把轮胎撞到马路牙子上了。我现在这单子我都不敢接啊！现在是8:18啊，8:18，这是5.6块，7.5迈，谁去啊？现在在下坡的路上，下坡的途中啊，我现在把车速给降下来，一定要降下来，能慢对了最好慢的啊，千万不要快啊。这个是11块钱，8.88，去了。我现在下线了，我不敢坐了，不敢坐了。哎，这挺好，给了我这个追加一点那个小费用。但这地方好像没有信号。我现在不敢，千万要刹住车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个车我不刹车了，千万要刹住车。我现在上高速了啊。这个赚钱呢归赚钱，但是也要有命花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时候你车速千万别快啊！现在我不接了，10块10迈、12块12迈的我都不接了。我现在把这个下线了，我不接了，划不来啊，把车撞了划不来。这个我都给下线了，我不接了。之前有遇到一些这个有一个朋友，东北的大哥，东北的老司机，他们开车呢，他们开这种大雪的天气的车，一点问题没有啊，如履薄冰的，不是如履薄冰，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意思啊。我现在忘了这个用哪个成语了。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小景吗？这个地方是啊，这个地方是罗斯林。然后我现在就回去了，回去明天再过来加油吧，明天再过来加油了。今天是下雨的天气，说8点多钟开始下雨，到现在都没有见动静了。现在是因为我轮胎也差不多到寿命了，所以说也是特别滑啊。光你看那个小车开那么快，我不知道是它的技术好还是轮胎好。我现在就维持在这个25左右吧，反正也不敢开太快了。现在我待会儿上高速，这从哪上高速？从这上高速，从这个维尔森。哎呀，刚刚是侧滑两次，哎，那种感觉又来了，所以我有点不太敢开了。高速上应该是没有问题，高速因为撒盐了嘛，这种 local 的话没撒盐，所以它的那个路面什么东西都有冰，然后你再下点雨是吧？那你就简直就不可想象了，你特别的打滑的，这还来了一个大车在这儿，就是危险的信号啊！我们走这个车道吧，雪把这个标线都给盖住了，你只能follow 这个车印子，有车印子follow车印子，没有车印子你就看那个灯，你正对这个灯呢肯定是车道了啊！美国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，反正就像纽约是这个地方，纽约长岛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你的灯一定是在车道正中间的啊。这边的油价还比较贵，3.49块。我现在是慢慢开啊，一定要控制车速，一定不要那个。这个雪下大了，不下大的话，下一场雨应该就没了。哎呀，今天我看一下啊，看，哎呦操！今天看一下我今天弄了多少钱，顺带看一看我今天站过。今天我看一下啊，60、120。哎，如果今天如果说没有算错的话，应该将将可以啊，在这上高速了，将将可以吃上肉了。今天还算是不错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危险的，速度不敢开太快。这是让我的意思吗？你看这高速上就比较好走，因为有摩擦力，撒盐了，摩擦力比较多，就应该不会出现那种打滑的现象。但是我还是要小心，控制在车速，控制在50以内吧。现在是30，现在是40，不能开太快啊，开太快的话怕不行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有？
雪天的高速啊，雪天的高速，我给他把镜头往左边偏一点。雪天的高速不长，吓我一跳。一定要注意精神力，不要分散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走侧边，慢慢开。能在下雪天出来干活的，那都是，艺高人胆大的那种啊。你像我们这种，这个稍微一侧滑就有点慌神的，在这种天气就根本吃不上饭。如果说我刚计算的没有错的话，我应该今天能吃上肉了。但是这个也不好说。要看这个大家给小费啊，多给一点的话，我今天能吃上肉了。如果没有吃上肉的话，起码能吃上干饭也不错了啊。反正不错，今天还算 OK 了。今天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我看一下啊，今天今天呢，平均下来，差不多这个礼拜平均下来，我看一下啊，除以六，92啊，平均92块钱。今天做这个礼拜做了六天嘛，做了六天，现在总价是92，这个是不是一说你们就知道我赚多少钱了啊？92乘以六，赚了550，这个礼拜做了550，哎，最后一天不下大雪的话，今天起码能做到600啊！哎，为什么要下雪呀？烦死了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这个礼拜就完美收官了。又滑，我操！有点打滑了，我感觉自己的这个车子有点不受控制的那种感觉。哎呦天，我的妈呀！像这个高速上还好有盐，但在 local 的话，这个地方不打滑都见鬼了。因为盐是这样的，盐是要先铺在主要干道上面，你知道吧？高速上面，那种辅路上面呢，或者小区路上面呢，基本上都是等价天了。现在车速是40了，40的车速，39的车速。就是雨夜啊，这个今天视频有点长啊，但是我还是会加速的，不加速的话没法看了。哎，等，行了，就到这儿吧。祝大家这个下雪下雨雪的天气，大家就是小心开车，平平安安啊，拜拜。哇，有点大，好，拜拜。